们今天特别来录一个小小段的影片，因为今天呢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然后呢，然后呢，500万呢，他自己买了一些礼物要送给我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哎，你送了什么东西给我？这是什么？你送了一个 Mentos 给我，所以你去买了 Mentos。然后第二个什么？无尾熊饼。再来 ，Pocky。我很喜欢 Pocky。是没有错啦。Lollipop 哦 ，Pringles， 又是糖 ，M&M， 这个是 Cha Cha 糖，还有啊，哦 ，Chocolate Kit Kat。我靠！他要做一个一样的 Kit Kat。哦，你拿着，你拿着。所以今天他出去就买了这么多的零食，这个，你以为这个是儿童节啊？这是我的生日哎，生日你没有送一些有没有？我们好像在开派对一样。感谢你，谢谢你哦。然后你是不是我生日？是不是要唱一下生日歌给我听？是这样啊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这个也不错，不是吗？英文的叫做什么 ？1, 2, 3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. 你给我。1, 2, 3, go. Happy birthday to you.好啦，感谢你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记得订阅还有按赞哦，帮我们分享更好，还有按小铃铛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下期再见，拜。